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。西部登嘉新镇今年十一月开放申购的1500个组屋单位，将毗邻一条田园农道，重现甘榜生活。而这个设计概念取自上世纪50年代，散落在登嘉一带的村庄、果园和农场。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。占地700公顷的登嘉市镇划分为5个区，而面积相等于比达达里新镇的田园区，将打造贯穿其中的田园农道。当中2000平方米的空间将成为社区花园，让居民耕种蔬果。一侧的零售街和邻里购物商场则可满足日常需求。除了有游乐场要小孩嬉戏玩乐，也有空间让大人聚在一起谈天说笑，提倡甘榜精神。We see that a lot of Singaporeans actually like to come together, to feel green, to touch green, and to harvest green. And so, this gives a big opportunity for communities to also come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. 在登嘉除了能生活，还可以休闲，还可以靠近大自然，还可以体验种菜种果的那种生活。所以我觉得呢。这个主题呢，足以弥补登嘉比较偏比较远的这个弱势，吸引的购房者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夫妇。